我们这边的家长也就会发现有一些状况，他就也会即刻跟我们说，哎，因为我们的上班地方都在这一栋，对，所以他找我们其实还蛮方便的。对，安全很重要，嘿，家长啊，因为人工草地，啊，像如果夏天中午的时候，这个会不会很热？因为看这边都是，你有看这边都是一铺面，对，会不会？热是真的，可是靠中岛嘛，其实都做这两声，哎，都是家长拿伞在旁边，孩子都不怕热，然后他们就会来按这个，他们就会来玩水这样子。欸，他不会叫你们要多什么遮阳网吗？要严格遮阳。家长好像没有特别，可是我们有一些邮局，比方说，等一下带大家看，就下来的有一些，因为家长他们，我们这边是可以进来那个搭棚子野餐，所以家长他们自己会找阴凉处休息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带大家过去看，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树屋。其实如果大太阳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比较凉爽。还有那个沙坑，我们是有帆布。沙坑你们用的。很多人，对。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，没有吗？你再按一下，真的会有惊喜吗？会有惊喜。喷雾啦，喷雾啦，水雾。你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对。哎，没啦，这水雾没啦，不用怕啊。水雾啊，对，没有啦。然后这就是很好玩的。然后这是。差一点我能捂过去了。哇，你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叶子就比较强一点，就是比较强一点。哦，那就是。那一个。对的，你搞唔起啦。我去其他地方。地地基啊，无啊，你遐头先还袂打面㖏。我不要，你等下